feel so sorry too. Look at the face. Let me see. Guilty. Let me zoom in her face. 哎呀，这乐感，哎呀，这乐感，控制不住了那种。哎呦我，哎呦我天哪，天哪，一个哦吗？我们现在正在听西城男孩的歌《Better Man》。Sick, you crazy. You...21号的礼拜天上午10:11，现在的 Fashion Valley 里面的人非常少，因为我跟帅今天还要去其他地方。哇，没有车的停车场，耶 ，Yo go girl， 想停哪停哪，咱们能占俩车位吗？11点。好好，在这儿拍几张照片。拍照的小姐姐，当她认为我在拍照，但是我并不，我其实只是在录她。让你发现了我的计谋吗？因为你在这叨咕的呢。这么早，只有星爸爸开门。先跟大家实时转播一下现在苹果店的状况，今天到手苹果的 Easter 开门。哎，我们等了一个小时，不开门。那我们走吧。然后现在去把东西退了去摸。好。我们不是小清新的吗？谁小我？清新，我去，刚才就差把坦途露出来了，我还清新。现在是不是对于昨天躺了一下午更 guilty 了？气了哦，杂耳居然开。OK， 今天好像很流行这个荧光绿啊。今天还防雨的。对。是只有你喜欢的颜色吗？没有。小粉给你好吗 ？No。KO。如果你买了的话，请不要在我的 birthday 穿好吗？哎，我穿成这样，然后你 T 恤牛仔裤的去了是吗？哦，我给大家看看你诡异的风格，请你也不要穿它去我的 birthday 好吗？刚才在 H&M 买了个新的外套，哈哈哈。立马穿上。Because I like it. 天气好好。哦，真的。早上在这儿拍了照 ，close。准备下来 ，OK。One eternity later。Goodbye, Fashion Valley。我跟帅现在已经到了拉霍亚这个吃饭的地方，因为今天是 Easter， 可能会觉得没有面朝大海的那个位置了。哇哦， it's the ocean。 帅今天带了他的小星星的耳钉， bling bling。 这就是著名的拉霍亚 beach。小车车，我们的饭来了。
后这个我们点的是一个 Greek salad， 因为里面它有一些那个 cheese，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三文鱼，野生三文鱼跟笋，然后下面的那个我吃不了，可能会给帅帅吃，感觉像是 angel hair 的那个非常细的 pasta。 对 angel hair pasta。 我们现在要吃饭了，加上我们的 tabasco。 超级嫩吗？ OK。 啊，超级嫩。 OK。 哇哦， Let's see。 没有我做的好吃。帅，你吃一下我这个三文鱼。 OK。 超级嫩的。 Yeah。二三，脸有点。帽子店。我奶奶经常喜欢戴的这种。K.O.、你看到这什么了吗？蝴蝶结。哦，你像是卖报的。K.O. 报童，更像我姥了。K.O. 好看吗？你想让你自己看一下吗？哦，杨九，这魔法帽好酷哎！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洋气啊！你可以买一个夏天戴的吗？我拿这个跟你一起走，你会嫌弃我吗？会。看，再加上我这个，哦，好 fashion 呢，是不是 ？Fine， 那么扁扁的，从帽子店出来了，啥也没买。现在就要离开老后亚了，我们离得很近，大概开车20几分钟，但是我们也不会常来，就是有事情的时候会来这边看一看。然后那边就是老后亚 beach 的 view side。嘿嘿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一会儿 Whole Foods 见，拜拜。现在正在去 Whole Foods 的路上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它的脂肪含量很高的那种牛肉，一定要买到 organic 的 avocado， 因为今天不会去其他的超市了嘛，家里没有我能吃的肉。Let's go. You crazy, you know? 这个啦 ，my favorite， 就 turmeric， 像姜黄一样的东西。Okay， 知道有那个姜黄素吗？那种维生素叫姜黄素的。对对对，它是一个身体、现在人就是非常常缺的一个。一定要买 organic 的 grass fed beef， 它不咸，没有味道。因为上海它做了牛尾骨这个里面，所以我就暂时满意了。15，这我想要肥的是吗？9克的 fat， local 的 organic 的，然后还有 local 的 Kyle。 Nice girl。 这个黑茶，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就跟我喜欢的那个米苏瓦他们家的绿茶是一样的，就是 original， 然后没有任何的甜味儿。他今天买的这个草莓也是 organic 的，而且它是 USDA 认证的。Cinnamon 我最开始在刚来美国的时候接触到这个 cinnamon 的时候差点吐出来，但是身体需要的一个微量元素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帅帅贼喜欢的面包，这个是 Whole Foods 的自己的品牌。因为我现在是吃不了碳水，所以我必须把脂肪含量提上来，这样我才不会觉得饿。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是 Whole Foods 的自己的品牌，它就是新鲜，也是 organic 的。买了一个6个 organic 的牛油果，这个都是非常生的，所以暂时要搁个几天，大概要搁个3天的样子才会开始吃。我跟小姚都非常喜欢吃的巴西坚果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不好吃？
对，有一种吃土味儿。他觉得有一种吃土味儿，但是我跟小姚吃它都会觉得很香很香的。他的小哥哥最开始给我找的是一个那个瘦的，你知道吗？说 No, I need the bottom one, the fat one。 哇，看看就是这么的肥。这两个是应该是 Whole Food 的两个最肥的芝士了，是所有今天买的这些 Whole Food 的东西，然后都是买了一次又一次，买了一次又一次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是不是说是？嗯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，然后有机会的话等一下，没机会的话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下。